你好，我是向少达的儿子，我叫向浩，来谈军火生意的。向浩，你来干嘛？没想到我的名字都传到国外了。向浩。喂，哎，是我。你来干嘛呀？笑话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干嘛？你跑到这里来干嘛？为什么马来跟托马斯谈判搅黄了他们的交易，军校的军火不就保住了吗？关于军火的事情呢，山人我自有妙计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什么妙计？你不说我不走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别再眨眼了。什么妙计呀？你去啊！你碍我的事啊！快去！我跟你说，哎哎，OK，